对好这个角度，嗯，就是我们这个 check the angle， 这个对着它，要你站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假如我们 picture or video， video， 假如它这个刀口以后自己想磨什么角度嘛，嗯，哎，这个可以去调的。就这个你在那边拍，就这个是调角度的这个。嗯。假如我们这个松开啊，松开之后你看。This is to adjust the angle。这我们要想磨什么角度，像这样，你自己去调的。这个可以去调啊，调角度是吧？啊，这个角度像这样的，这边有个刻度啊，啊，这个零度、20度有个刻度的，嗯，或者是调什么角度？啊，你看，角度能看到吗？在哪里？那这边有个刻度，看到没有？多少度？我们像这样可以调一点点的。The marking of the angle, the number is 20。它最大是30度是吧？最大30度，抽 maximum 30 degree。你看它自己算自己。